爸爸，你看我有一个魔术。好。然后下面一点，不然你他看不到。是不是你？我的手里面跳出一个东西，对吗？对，来，你来跟我学，给几？不不，还直接说说中文的吗？好，那你直接说中文的。来，你来说爷爷生日快乐。小声，小声对着镜头。跟爷爷说生日快乐，我录一段给爷爷看。小外甥，你画的是什么？画好了吗？祝爷爷生日快乐。这个有名字哦，而且赶快跟爸爸讲说，这个也是你要我写的。